六个，然后现在我们在多久？三四十分钟。哦，这里是小辣，没有办法做调整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够辣的话，我们有免费的野山椒可以加。哦，好，对，那本身有办法做加点哦。是的。对啊。好。那下面凉菜、炸物、蔬菜、卤味、饮料啊，跟白饭是事后也可以做加点的部分。所以我们会放吗？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。在哪里啊？刁民都行，哎，重新录，重新录，我又不知道名字是什么。我帮你送小红包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刁民分菜了，这个是好像是台中开上来开到台北，那现在还在新区吧，那这边，那每次排队呢，好像很吵，哎，听到有声音吗？每次排队至少都是要四小时起跳，三四十个小时到六小时。那今天非常幸运的，也可以讲出来吗？可以啊。今天非常幸运，本来要排队是试试看。OK。我今天非常幸运的就是有路人，哎，可是我刚才没讲完，那是。今天排队的时候，一开始因为我们两位，然后有会询问排队时间要多久，结果他是跟我们告知六个小时，那当然怎么可能等六小时？那六小时就关门了。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有遇到两位善心人士，把他的号码牌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大概等待只有三十分钟。那等待的过程时间，其实隔壁有家热狗摊，大家可以在等待时间吃个热狗，那可以看我上一个影片。好，那现在是我们今天的点什么？这个是这叫什么酱汁小卷？那请大家看那照片上呢，总有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。照片上是长这样，我们看起来超好吃、爽口，但是实际就是这样子，真的是小卷，好吃啊！然后它的，赢了。好了，淋上酱汁，真的有比较有模有样。中山酸菜鱼哦。谢谢，两位局长。谢谢。对。不当闺蜜，当刁民。他一碗饭两百多块。然后加完这个酱就是搅一搅搅拌，还不错啊。后面还给你两只虾，三只。然后这底下还有三只的，这是什么秋葵？白饭跟碗。谢谢。然后来试看啊，试看。好，那刚搅拌过后，来试看。到底有多厉害、啊？我本身不是很喜欢秋葵啦，因为这跟虾黏黏好吃的。好，本身呢，它的小卷是完全没味道。所以你必须非常搅拌的非常均匀，它浸泡在这个汁里面，这样才可能入味一点。那因为虾刚也在上面，我就把它翻到下面。但是秋葵是真的好吃，啊，秋葵在上面把那个酱汁的水吸进去，还蛮入味的。但是我觉得如果小卷可以再不要用 baby。可能会更好吃，因为它真的太瘦了。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鱿鱼小卷或吃在这种花枝的人，我觉得看到这个就有点，太美了。再来，我们吃它的小黄瓜，这是什么？
酱汁哦，开哈巴哈巴黄瓜。然后这边有什么？老干妈。我一吃就知道老干妈。老干妈配上这个，然后这间店它的特色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它每一盘小菜是得一片香菜。我刚刚可以跟他要吗？我很爱吃香菜，要给一片。来来来来，这就是等待已久的鳝鱼。然后这个我们点这一份呢是中盛，就是它中份，那大概是一到两位的，它建议的话。那有些时候如果你朋友多一点，建议大家可以试它的番茄，因为它有这个酸菜鱼和番茄鱼。那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想试两份的话，因为排队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就可以点两位的。那我们来吃看肉夹，看起来不错，可是我本身就是不喜欢看到鱼皮的人。挖一下里面，它里面是有少许的金针菇啊、木耳。那我们因为太爱吃菇类，所以我们有加点木耳跟金针菇，然后我还有特别加腐竹。那它这边就是它很特别，是因为你加点的那几个火锅料是只能第一次加点，因为它一锅就是煮一锅，你不能再加点再进去。所以好来了，吃了寿司，没有加任何酱料。这个酸菜味道够重。他说酸菜比鱼好吃啊，好吃，而且它不会太辣，因为它就是基本全部都是小辣。但是如果喜欢吃辣一点酸菜鱼，这边跟你说什么，可以免费加野山椒，这盘很辣，一手就可以了。太难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再吃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因为也有它里面还有猪五花，那我们特别点加点点的雪花，一份才90块，反正。哈巴黄瓜和搅拌过后呢，这片香菜留给你们，然后来试试看，酱汁加老干妈还有大蒜。喜欢哈哈黄瓜的朋友，自己在家可以做，不用出来花钱。吃酸菜鱼是可以点这个啦，可以解腻。好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招牌。好，谢谢。那它等到午餐来，沙漏漏完的话就可以吃喽。这个加到汤里面，然后沙漏是一分钟加三块计时就可以吃，漏完就可以吃。好，那刚刚大家有听到的话，我就不多加以介绍喽。鱼皮，然后其实这位仁兄是从来没吃过鱼皮，你知道鱼皮长这样。好吃，牛也好吃。好吃，不过如果下次来的话，我不会加牛，因为我觉得吃鱼就够了，因为牛酸菜牛没有吃过酸菜鱼，是牛肉面在就是没有，月光明。想说它好吃好吃归好吃，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它是有点太油了，那个油，那个满满的油，那个油跟好油哦，有点是真的有点油。它这边有猪五花啦，加辣椒吗？想要吃鱼，但是又爱吃肉，觉得鱼不够满足你，我是建议猪会比牛好一点。我个人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牛它里面很重。好，鱼皮来了。这辈子没有吃过鱼皮的人，我先给你尝。它不好吃。你怎么可能没有吃过鱼皮？以前那种新加坡那种咸带鱼皮都超抢手。然后他刚刚介绍就是要浸泡下去之后呢，他附送一个这个漏斗，就一分钟，然后等它漏斗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吃了。
分钟到了，我们来敢吃看。但我个人不喜欢泡太软的皮啦，我喜欢还是脆脆的。可以，好吃。地点。哎呦，这么好吃！你来吃啊。你觉得辣吗？还好。那就学下咯，会不会很辣？但我先试试一下。先吃一口。嗯，酸酸的，我就可以学下。好。好辣。蟹。蟹超辣。超辣，赶紧拿蟹，超辣，超辣，超辣。鲍鱼蟹太辣了。你不是说酸的？有辣，有辣！哇塞，辣到你不容易。它那个后劲超强。OK， 大家如果真的有加，也要小心。这么夸张？把它拌下去。这样还是香菜，也可以免费跟他要。那菜鱼怎么能没有香菜呢？酸菜鱼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以再跟他要吗？对啊，要两份。我觉得 Opera 本身是好吃，只是它的底线是真的，就是未成年嘛，这个很小，超小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乌鲤。乌鲤吗？是这样念吗？吃不见。皮皮皮啦。皮，估计真的很差。寓于身心。哦，我需要。这叫什么？乌。我等一下问他好了，确定的念法。乌里。乌里还是小心鱼翅哦。鱼本身的肉是非常好吃，但是真的太碎太薄了，我不知道是他们配合厂配合的鱼还是怎么，还是自己厨房的，不知道，就真的好小片了。如果想要大口吃鱼的话，还是一次捞多一点吧。快，吃起来应该是自己腌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有点不够麻了，但是 OK 了， overall 可以了。你给几分？值得排队吗？好，凭良心讲，因为它排队真的太夸张了，排三个小时，至少三小时到六小时。我觉得等这这股热潮过了之后，大家再来吃好了。那如果爱又爱排队的人，那当然是建议你过来排队，因为你会排得非常开心，因为人超多。那如果不想排队，想现在吃的话，被拍摄到啊！刚刚忘了介绍正确吃什么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酱汁小卷的正确吃法，现在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。正刁民的吃法，这种小小的一口一口吃太累了。吃一把一口，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，最重要是这个是什么？专业一点好不好？有秋葵，有花枝，也有虾。可是我们先来这两个口味这样。这样子就一口完美下酒菜，步骤都太慢了。这样子一口，米其林这样放一桌这样一盘，很好。这样子也太开心了吧！嘴巴这么小这样吃，而且为什么没有虾？